起呀都都都搞起耶！哎，你也会哦？会啊，我曾经跟郑老师一起同台。对，郑老师真的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你看看以前哦，那我们那个四月望雨的那个邓雨贤老师的歌，对，都有唱到吗？也无伴受凉的清风对你吹。哎呦，你看看你们今天来真的有福气了。他演唱会哦，有一些歌曲可能平常也听不到，我很少唱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然后你们趁着今天又可以偷偷听到一点点，三三一那一天记得买门票，好不好？好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门票应该都抢光了吧？还会有一些的，还会有前面都卖光了，对。啊，真的哦，你看前面这些人。就是你们强的，谢谢谢谢，真的没有关系。我觉得哦，如果啊卖得更好的话，再加场嘛。好啊，希望，好不好 ？OK。对呀，三月三十一再来就是四月一号嘛。四月一号，愚人节吗？欢迎大家开一个。对呀，也可以呀，延续下去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不相信有人愚人节会来办演唱会，是不是？雅文老师，麻烦你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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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希望大家有空多去听，趁着现在还有几张票的扣打，是的，刮进好不好哈？在我们那个 iPhone 对不对 ？iPhone 就可以买得到了。年代售票系统，我跟您讲，阿玲娜不要去，不要买票哦，你去比那个超商来的。哎，超商来的，跟你讲啊，拍什么？那边许富凯演唱会的门票，哎，好不容易完，就好哎，拢会跟你处理啦。哦，真的，拢会帮你处理。可以跟你双位。哦，哎呦，真的哦，我当最喜爱底下请许富凯演唱会。哦，你可能哎，那拢无出来。许富凯演唱会啊，北京立功三月三十一，三月三十一许富凯演唱会。你可能听到咩？三月三十一弄阿得出来，对吧？咱也未晓吼，叫电文帮咱写安尼啦，好不好？我们祝你这个演唱会大成功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既然这样，今天先听为快啦，多听几首这样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呢，因为我发了最新的第七张专辑，叫做《提帮》。那提帮就是逢梦。天帮啊，其实呢，这首歌要送给全世界，是全台湾有梦的查某人，有梦上水，希望小水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今天无要唱这条，系歹势。不是，那你刚刚讲汉语这，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我的专辑哦。是，第七张。对啊，现在要唱的这首歌呢，是金马明星被点动，幸福来了。哎呦，幸福来的主题曲，嘿，叫做。听你的日心啊，真的，就像我看到你，我拢听的日心。我嘛是小喵喵，哎，就无默契。是我要瞪你哩，还是你要瞪我？好，爱都不用哈。好了，那我们马上就来欣赏八点档的主打歌，再说一次歌名。掌声加欢呼声。害着偌侪人的约定，人生路顶就一条路叫做人生。你陪我讲心情，你陪我看风影，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原因。天顶的月。听过偌多人的情话，有缘过，像世间人变化足多。若伸手想要摕，定定不是你的。电路脚踏实地，幸福才开花。我行过门岭。你伴过孤单，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听袂见的形影。我疼你疼你的入心，你爱我爱我才认真。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。
相爱的人愿意幸福好吗？谢谢网友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行行行过远路，你伴伴伴过孤单。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心爱的人团圆。无奈上天的感情，是两人寸土。原来相思的春天，是经过酸涩才换来的坚定。唱一唱。我听你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来，国语老歌主曲送给你们，谢谢。走走过
主持。台湾国宝邓丽君小姐的歌，来。人在日何处飞？愿乘风又追随。有情人能相聚，似已无悔。我的青春似痴心可问天，是向谁唱千春岁岁年年？深邃魂梦飞，他来thank you.